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asper 妈妈的 Channel。 今天我们会学习香港小学学习字词表，学习单元社区生活第三集。我们会用模图认字这个方法去加强小朋友的认字能力。当我读完之后，小朋友都可以大声跟读一次。准备好没？我们一开始啦。饼店，饼店，酒楼，酒楼，便利店，便利店，店铺，店铺，戏院，戏院，发廊，发廊，洗手间，洗手间，询问处，询问处，礼品换领中心，礼品换领中心，购物，购物，康乐，康乐，娱乐，娱乐，消闲，消闲，活动，活动，展览，展览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哦。我哋透过多看、多听、多读，好快你就会学到好多中文字噶啦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妈妈的影片创作，加入会员赞助，多谢大家支持。